黄晓明和 Angelababy 从热恋到结婚，一向爱的高调，不时会大方放闪。不过两人今年一月在微博宣布已经离婚。离婚后的黄晓明最近接受新浪娱乐的访问，他聊起过去经历过的挫折，让他慢慢学会沉淀，也提到很多人说自己演戏的时候看得出来很沉稳，那种沉稳不是演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。他同时透露，现在的他希望把私生活和工作分开，坦言随着年纪增长，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大家面前。他还强调，成年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不要用嘴巴干涉别人的人生，也不要用别人的脑子去干涉自己的人生啊。